节目啦，真的真的真的，一开始就带来一首那么好听的歌曲，非常好听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在这么多选秀节目里面，你在我心目中是第一名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什么？你怎么会带了一个 Hello Kitty 粉红色的来？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讲。哎，这好像艾辰没有穿衣服的时候。喂，不要乱讲，粉红色的。我今天是很诚恳的，不要开玩笑。不好意思，因为继续《新兵进取》在马来西亚，其实我家人看得到。哦，我妈一直说，哎，我现在年纪其实也算大了，你要帮我看一个媳妇。你会不会是想要在我们节目上表白吧？天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原来我只是个幌子。对，你跟彤彤不是说是周四荧幕情侣？那是周四，是假的。我今天说的是真的诚恳。我妈妈说希望选一个真的第一名。你这个花心大萝卜，真的第一名，好不好？然后问这个是送给你我们的见面礼，好不好？如果我们交往之后还有定情物，各位，爱情是要很公平，是不能你自说自话。对啊，我们要问一下雅文，那你心目中第一的是什么样子？哦，什么样子？对，不是你，直接给他打枪，怎么办？被打枪啊？那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这只能问说雅文心里面真正的第一名，是不是？是，好好讲。心目中啊，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天后。哎呦，厉害的天后是女生？是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她能动能静，能文能武，然后唱歌又超好听的。哦，天后。对啊，还有谁？紧接着下来，我们来欢迎这位重量级、唱歌超好听的天后出场，好不好？掌声欢迎。紧接着下来，我们来欢迎这位重量级、唱歌超好听的天后出场，好不好？掌声欢迎！欢迎郑怡翔！哎呦，哎，你这样唱，这就是你心中第一名。对啊，欣妹姐，这个给你，这送你，谢谢。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如果是他送给我，我就会很开心。请问那是刚谁抱出来的？没有，这个是本来是我给他的定情物了，结果他不收，没办法。那为什么你给他，他不要啊？给我，那我也不要。那我为什么就要收？所以这样一直到最后就是爱着没人要。对啊。那在这边，我想知道一件事情：为什么在你心目中的第一名是这个新梅姐？新梅姐会跳舞。对，能唱能跳，对，然后唱歌好听，肺活量又足够，是唱歌非常的有感情，而且又是我们的金曲歌后。哎呦，今天完蛋了！所以今天请到这两位 K 歌王怎么分呢？而且这两位有渊源的，我觉得等一下唱起歌来一定会更有感觉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干脆让我们来选你们好不好？对，因为我每次来啊，都是在元昊这一队，是我今天想换一下。哎呦。换一下口味，换一下站的地方，换一下不一样的感觉。那所以，那我这边就是我跟雅文还有林道远，我们三个人。好，好不好？那我就在统就是统统还有这个艾辰，艾辰哇，一对啦，好，那我们马上来进行，谁是 K 歌王？欢迎谁是 K 歌王？我是 K 歌王。是了 ，KTV 点播排行榜，我们呢今天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要带给大家。有天后在，天后在，而且两队已经分队完成。开玩笑，都是实力派的。目前看上去实力非常的平均，到鹿死谁手还不知道。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加油。我们这边有一个最近很嗨的一个女孩子，林倩倩啦。是的，没错。来加油！所以我一定会赢啦，你快点掉。而且我告诉你，彤彤很有才华，她不只会主持会演，她还会画画。哎呦！我们手上这个就是他画我们所有主持的，哎，真的假的？哎，你看，道远、阿庞、元昊、通通啊，他自己，哎呦我，哇，他把我画的好丑啊！我妈说，不只要唱歌的，还要画画的也可以。我什么都也可以，不是欠揍啊？太平了，放在我的那边干嘛？还就拿出来送给人家？礼物都买了，总要有一个回去吧。你回去站好。谁是 K 歌王？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两位准备好了。第一组，请准备。我们不要怕他，我不怕啊。
今天大家不约而同看的雅文也穿有点紫色的，对，哇，你这边小礼服的感觉，彤彤今天这花这礼服穿的好看，真的是谁？然后这边的又这边一朵大花，对，头上也是有一朵花，这花起了掩饰的作用。你在看哪里？掩饰什么？什么啦？掩饰的作用就是大家比较就有放大的效果，去注意到花了，对对对，还有两位，好来，雅文今天你不要这样，我要跟雅文聊天，聊。等他等好久，等他来上节目等好久，快了，快开始！你不要跟女艺人聊天聊那么久，对，快开始！我不跟你聊天了，我在约你看电影，或者去钓虾。快！哎，这边很简单，快快快快，上去就对了，这工地的歌，上去，工地秀的，工地秀的。来，雅文先下台，彤彤，您会唱吗？酒后的心声。恭喜你答错，请下来。你戏台太多了。太逊了，雅文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是那个波浪雪塞吧？波浪雪塞，波浪雪塞，十三个啊，没关系。请问你怎么唱？最近的波浪雪塞，气骨的所在，小酒几杯，两杯三杯，当作是笑话。无聊的酒歌，今嘛我要想要讲，只想要离开两个。最近的波浪雪塞。新梅姐，哇，新梅姐是，有应该有啊。请问一下，我应该要紧张吗？哦，你这样问我就表示你很歧视他了。是啊，我只是要问一下他最近的那个表现状况。他最近在当检察官，哦，对，所以比较没有时间唱歌。是，对对对，所以可能比较少去 KTV 这件事。但是因为我跟他认识比较久嘛，是，他没有当检察官之前，也还好。还是不能小看他，不要小看。紧接着下来，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哎呦，这个答案就写在这歌词下，怎么唱？思想情，思想情，恭喜你哦，答错了。请下来，下来，新梅姐请上台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这首歌只有新梅姐可以。新梅姐，你知道这首歌？因为它有年代了。我知道，请问他的歌名是什么？月琴。月琴，哦，请问怎么唱？把一只老月琴塞在人生不沉掉，老歌手情谊犹在，读不见恒春的传奇。落山风下这两位旗鼓相当的，为了持续刚刚的那个气氛，对，道远你要让我，你应该是不可能啦，好像在我们跟新梅姐跟那个 OK 啦，来吧，自己加油了哈，好自为之啦，爱车专心。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会是什么呢？好，快去！哎呦，道远，道远上了，林道远上了，林道远，这一首歌怎么唱？我的心内有针要划线无声。
大远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心来有江，恭喜你答对 ，Yes。好，紧接着下来这题的题目是，哎呦，彤彤你又上去了，这个，彤彤你不要再开玩笑了，想不起来，不要再开玩笑。好，请问这首歌怎么唱？有什么歌呢？含泪跳恰恰，碎，恭喜你，变换歌路的答对。是的，接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元浩，哎呦，元浩不错哦。姚元浩，姚元浩很果断的站上，哇，好厉害哦，好帅，这么有把握，很有信心的这首歌。好，请问这首歌怎么唱？叫阮的名，阮用一生真笑听。当初细汉袂好无你了解，你是阮的生命。是啊，姚元浩唱的真好听，恭喜你答错。元浩难得深情演唱，却中箭落马，好帅哦，好帅哦，姚元浩超秀，叫阮的名，超帅气的啦。歌名也叫滚，叫阮的名，是啊，姚元浩唱的真好听，恭喜你答错。喂，你看一下后面，丹妮姐，等你醒来叫阮的名。喂，你根本唱的是不一样的吧？请下来，下来。新妹姐，你知道吗？换我，这新歌我太写了，陷阱题啦。新妹老师，请问这首歌怎么唱？我是要唱歌给你听。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《挂包婚》，恭喜你答对 ，Yes。但是没老师唱完歌之后，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唱歌惭愧了。哎，导演啊，不要让他唱到歌。不是啊，你怎么会现在会有这种想法呢？突然间刚刚有感而发。不是我的意思，说新美老师来了好几次，你怎么现在才有这种想法？在说什么？紧接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。哎呦，爱晨哦，哎呦，来大眼，接下来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如果你是我的传说，好烦哦。怎么唱？天窗里就没有，那么传说说太多，有谁能为我写下一个？今天已冷，我只能心等不到。
来爱是没有借口，没有任何愧疚。你的一切永远将会是我所有。如果你是我的传说，让它天长地久。脚抽筋了哇，艾辰，恭喜你答对 ，yes。他这是他这个模仿的真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，很不错，很棒，棒棒。来，紧接着这一题的题目是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雅文，请问这首歌怎么唱？心中藏着不如意，女孩为什么叹息？莫非心里藏着忧郁？年纪轻轻不甘心叹息，快乐难遇不好轻叹息，抛开犹豫忘掉那份爱意，走出不安让我们看运气。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让我们看云雀。恭喜你答对 ，yes。哦，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哦，我知道。我也觉得你会的，云浩。对啊，你也一定，你们大家都一定会。对，云浩应该会。西梅姐是，请问这首歌怎么唱？记得你的笑，记得你。是森林里的歌谣，我是一片草，被温柔拥抱。我想你一定知道，你是我的姐妹，你是我的 baby。Oh yeah， 不管相隔多远，你是我的姐妹，你是我的。姐，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姐妹。恭喜你答对。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。这首歌。哇！哎呦，这首歌那么熟。这首歌我等好久啦。这首歌送给全天下的爸爸。爸。就没办法真诚一点，我很真诚。你可以不要犹豫。我的天哪！你认真一点。请问这首歌怎么唱？每样下米配砖，半半香，滚工的每一家，会怎样？唔通唔通听，唔管唔管惊，讲你离开家，我们在找到。守着那温馨的烛光下，沉默安静的对话，我掏空阿爸心酸。艾辰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没错，就是我们八连长傅宇子的主题曲。是的，艾辰，恭喜你答对 ，yes。最后你的题目会是什么呢？哇，偷偷，快点！哎呦，哇塞，感觉厉害，真的是。哎呦，没有这么有信心。偷偷，这首歌怎么唱？你也温柔，你也可爱，你也花艳，你也可爱，我对了你梦里的情海。恰恰恰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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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觉你有在转型，歌路也整个改变了，恭喜你。答错，答错，不太不太对吧？唱起来不太顺啊。你现在唱起来很顺哎。对呀，你刚刚也跟着我一起唱哎。我觉得他刚唱的时候不顺，阿丸再唱比较顺。来，雅文上去。这首歌如果我不会唱，我就愧对于心梅姐。哦，当然是的嘛。对，好，唱来听听。雅文，请问这首歌怎么唱？纪念着咱的情谊，咱的过去，已经落落皮色淡水。你的花言，你的口语，默默对我淡落情意。但愿从今以后，你过你的，富贵逍遥太平日子。咱若无去，咱的代志。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就是心梅姐的《伎俩聘》。答对，也是我们的片头曲。片头曲。哎呦，我们今天的 KTV 所有的歌曲都已经唱完了。哎呦，在这边，我们彤彤队呢得到的成绩是6分。哇，这么高！元浩队得到的成绩是太厉害了，4分。今天谁是 K 歌王？就是我们的彤彤队是 K 歌王。好，一起来这边高歌一曲啊！谢谢，为观众带来许多好听的歌曲。好，希望下次有空还可以常常来。是的，最后呢，我们的心梅姐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，就是呢，就是不管你是谁呀。Yes， 我们。